美丽的柳山林，走在柳山隧道里。哇，太阳照在迷雾森林间。我们在往游罗山的路上，从第三登山口出发，也是慢慢爬上来了，也没有到很缓，就是慢慢爬。今天要去霞山。这个在接近往霞山的岔路，这个会不会又是爱甬道？有一点以前的路岩原石，路岩石看起来是走车的规格。哦，真的全部都是森林。岔路岔路了，霞山150分钟。对，今天我们的出发点其实是在这里。噔噔，第三登山口，岔路。好，看到没有？哦，第四登山口，霞山。哟呵，啊，我们先去游罗山休息。噔噔，我们爬了从第三登山口开车开到快8K，8K 附近停着。从第三登山口上来，大概一个多小时，到了游罗山，山脚点1764，这个应该是三刷哦，应该是我的三刷。我的二刷。那我们今天因为回程可能不会经过这里了，所以先来当游侠的游，看到游就特别有亲切感。游罗。服。这是溜滑梯的坡度。过千年奇木之后，一路下滑。就是过了千年奇木，哎，这真的都是人弄出来的啊！感谢登山界的前辈开了这条路出来。哦，肚子有点饿，等一下下去再吃啊。行。
鸡排指数已经变成三片鸡排了，三片的对。我们现在已经下来到游罗山传说中的第四登山口，跟罗山林到北线很深处相交。我这边到中间原本还算好走，但是到后半段接近登山口这里就真的很陡，马上就示范了一下。第四登山口下。再前面一点，要看到全身。好 ，OK。来后退一点，后退两步。OK。OK， 哦，漂亮。哇、哦，我们现在在罗山林到北线深处，最近水多，路边都有这种水滑下来，沿着石头滑下来。漂亮啊、哦！罗山里到北线，哎，喝啤酒，台啤。这里好多罐子，垃圾哦。八宝粥，你看，垃圾。八宝粥，瓦斯罐。喂。哦，我们现在快接来罗山里到北线一般的林道马路了。刚刚走这一段，超多一堆就是杂草的。耶，刚好有一个瀑布流下来。过溪水往下流就流到锦屏溪了，欸，我们的队员感觉已经洗好脸回神了，没下雨，赞啦！新竹奥鲁莱溪，哦，鞋子湿了，哇，你看，这个是锦屏溪的支流啊，其中一个蛮大的支流在这里。来，跳！大家看下面，这下面应该蛮漂亮的，漂亮。耶、yeah, ，我们要接回来车道了。车道前还有一个瀑布，现在只有两辆摩托车，汽车应该开不太上来，路不太好走。这水稍微小一点的，还不错。拜拜。现在雾很浓啊，蝉还在很努力的叫，电池还很多，剩下最后几百公尺了啊！今天力竭归来，来聊一下今天最让英博感到 surprised 是什么？1950耐好硬哦。要拉拉上，对，那段上，然后下那个真是印象比较深刻。然后，有没有其他爬其他的山跟这个比较像啊？好像高岛也没那么难爬、哦、因为这个下掉下来都是有风险的，就旁边裸露还蛮大的，就是你下来就没有抓好就滑下来了，所以其他的可能滑下来然后还是掉在山路上，这个真的有压力、哦。对，今天的压力是你滑就对，所以如果要来峡山哈、哦，这个从183级山峰往下切到1700，然后再上去1900多跟1950这之间，有很多，哎呦干，上上干，上上下下，
的那个踩到泥了，上上下下的攀爬是还蛮危险的哦，哦，不是难爬，是真的。每天可以做一百个再来。真的是有危险的，所以而且因为我们是如果是爬上去就算了，我们是原路又要回来，那种下山真的，然后单程蛮恐怖的，要么就是过1818之后就有四号下来，嗯，要不然就是直接下山过去，所以难怪很多人都绕一圈啊，就不会原路回来，因为原路回来真的蛮危险的啊。还好我们今天平安了，平安最好了。回程感觉比早上那个瀑布更大呢，哦，水超多的。我感觉今天没下雨，怎么水变那么大？还是其他地方有下？嗯，